那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它说是那个三角形 ABC 当中，题目说 AB 的长度是几？ 3，AC 的长度是几？ 6，角 A 是12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题目说角 A 角平分线，交 BC 于珠点，求线段西珠怎么算？其实哦，这一题哦，它考到一些我们国中所讲过的观念。OK， 他说这两个角相等，对吧？国中我学过角平分线性质。OK， 这条角平分线画过来之后，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：今天这个珠 B 组比珠 C， 这两段比例，珠 B 比珠 C 会等于 AB 比 AC， 对吧？所以说算出来 AB 是几 ？AB 是几 ？3，AC 是几 ？6。所以说这两段比例是几 ？1 比几 ？2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要求西珠很简单，我只要把 BC 给算出来， 1 比 2， 把 BC 算出来之后乘上三分之二，是西珠就出来了。所以说这里怎么做？来，第一件事情。所以说我们重点先放在三角形 ABC 当中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这两边一夹角可以求第三边，可不可以？所以说我可以知道这个线段 BC 的平方可以写成3平方9加上6平方36，减掉2乘3乘6， 2乘3 666 36乘上 cos 12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告诉我 cos 120度是几？负的二分之一，乘上负16 18，加上36 54，加上9 63，所以算出来是几？63，所以线段 BC 就是根号63，所以算出来是3倍的根号7，是出来了。好，今天求多少？求线段珠西怎么算？来，不要客气哦，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珠西就等于三分之二的 BC， 这样行不行？因为刚刚讲过这是一比几二，对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这等于三分之二 BC， 所以把三分之二乘上三根号七，所以答案就是两倍的根号七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